适合浇到米饭上来吃哦。土豆肉丁的做法步骤：一、将土豆和猪肉切丁备用，准备几片葱。二、油热后，将肉丁倒入锅中翻炒一下，再放入葱片翻炒至肉熟。三、将肉盛出备用。四、锅内重新放油，油热后将土豆丁倒入翻炒，接着将炒好的肉也倒进去，接着倒入一些老抽，翻炒几下，随后倒入清水，以快要没过土豆为宜，小煮一下后放点盐，开始慢慢的收汁。五、盛盘就可以了。小窍门，大家可能看到了，为什么要先炒肉再放葱呢？呵呵，这是因为这样的顺序肉不会经过啊。还有，可以相对应的多放点老抽，因为我们的肉就没有放一点盐，多放点老抽，让整道菜有些味道，这样浇米饭菜好吃。